就像往常一样，看着轻快的脚步，蹦蹦跳跳向了荡秋千。阿公也是一样跑过来，帮我看着高高的旗子。但是这次我有一个怪怪的地方，我荡啊荡，荡啊荡，突然想要出来跳跳板，但是我不会说话，所以我开始啊跳起来。是阿公大概是没听到，所以我想我用手势，阿公可能会知道，所以我叫起来，然后手指着地，阿公终于发现我要对他说话，于是我手赶快比着地板，意思是我要下去了，但是阿公以为地上有什么东西，便蹲下来摸索，还不忘为我推着秋千。今天2分55秒。